翻嚟新聞時間，大埔公路有電單車同貨車相撞，電單車司機受傷，傷者戴上頭箍固定傷勢，送到瑪嘉烈醫院治理。上晝10點幾，一架電單車沿住大埔公路出九龍，駛至到馬騮山附近，懷疑收制不及，撞向由反方向轉入小路一架貨車車尾，車頭鏟入貨車底，司機受傷倒地。警方一度封閉部分行車線處理事故。